大家好啊，牛腩面看见了吗？热气腾腾的一大盆，这叫盆儿吗？还是叫一大锅呀？牛腩啊，这是华人超市啊，中超给送来的牛腩。这是菜码，小萝卜啊，这个是辣椒油啊，自己做的辣椒油。看看多棒，牛腩啊，肥瘦搭配。然后，哎，再吃点什么呢？再吃点红薯，西班牙的红薯啊，真的好，又软又糯又甜。这是大樱桃啊，西班牙的，在国内啊，我就批发樱桃，是美国加州的和这个南美洲智利的啊，好几百块钱那么一盒啊，在国内我就批这东西。牛腩看着棒吧？牛腩面啊，三碗。我们仨人，一人一碗牛腩面。好了，祝大家有好身体、好心情，平安度过疫情。